大家好，我是廖瑞英，欢迎大家来到谈天说地这个单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美丽的人事物，并没有男女性别的差异。男人喜欢女人的美丽灵秀，女人欣赏男人的英俊潇洒。我国古代的君王后宫佳丽成千上万啊，个个都是经过选秀进来的，这么多的环肥燕瘦的美女随君所爱，可是偏偏就有君王喜欢男色，而且还特别的宠爱。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历史上的君王身边的男宠。战国时代魏国的安陵王有一个男宠，叫做龙阳君。这位龙阳君啊，可以说是当时候赫赫有名的美男子。他俊美的程度啊，竟然是连宫里的美女都比不上的。唐人形容杨贵妃的美貌是六宫粉黛无颜色，龙阳君啊也有这个本事。龙阳君不但长得婉约媚人，他还相当具有算计的头脑和长远的眼光。魏王对他是宠爱有加，无论走到哪就把他带在身边。战国策的魏策就记载了一段十分有名的龙阳弃鱼的故事。说啊，有一天这个龙阳君陪同的魏王一起坐船出游去钓鱼。龙阳君自己钓到了好多鱼，却流着眼泪在哭泣。魏王问他有什么不安，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如果有就告诉寡人啊。龙阳君回答说，臣没有什么不安的事。魏王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哭泣呢？龙阳君说，臣为大王钓到的鱼而流泪。魏王听不懂他的意思，龙阳君解释说，臣一开始钓到鱼很高兴，后来钓到更大的鱼，就想要把前面钓到的小鱼扔掉。如今我只有丑陋的面孔，却有幸能在大王您的身边，还被封为龙阳君。在朝廷里，官员们看到我都要快步疾走，在路上老百姓都不敢不让路。但天下的美人多得不可胜数啊，他们知道我能够得到大王的宠幸，也一定会拎起衣角争相地跑到大王您这边来。我的美貌如果比不上他们，到那时候我就会像前面钓到的小鱼一样被抛弃扔掉。想到这里，我怎么能够不哭泣呢？魏王听了很感动，于是下令，四海之内有谁敢向我提议要进献美女入宫的，我就诛灭他全部的家族。好有心机的龙阳君啊，他只凭着一个小小的钓鱼事件，就成功的把魏王牢牢地锁在自己的身边。说他工于心计也好，说他聪明也罢，但是把长得俊美又聪明的龙阳君无论放在哪个君王的身边，恐怕都是一个诱惑，一种危险吧。成语龙阳之癖的典故说的就是这个故事。西汉的哀帝也有一个男宠，叫做董贤。他长相柔媚，深得哀帝的喜爱，官运是扶摇直上。刚开始的时候，他负责在未央宫担任传报时辰的工作。有一天，哀帝在殿内远远地看到当班的董贤，立刻怦然心动，亲切地询问他的姓名，当场就授给他黄门郎的官职，并且还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聊天，从此宠他爱他。后宫的嫔妃一眼都不看，整天就跟董贤腻在一起，连皇后也难见哀帝一面。董贤知道哀帝对自己很宠爱，所以也乐得谄媚。哀帝因为顾念董贤家里面还有妻子，于是特别恩准让他下朝之后可以回家跟妻子相聚。哪知道这个董贤啊，居然撒娇誓死不肯。哀帝只好下旨让董贤的妻子干脆搬到宫里来住。哀帝后来封董贤为驸马都尉，甚至升他为大司马，而他的妹妹也因为容貌端丽和董贤不分上下。哀帝索性也就爱屋及乌地封他为昭仪，通通都留在宫里陪伴君王左右。
艾蒂不但赏识董贤很多的财物，还帮他建造华丽的府邸，而他的父亲、岳父、妻子的弟弟都分别获得了官职，甚至连他家的童仆啊，也得到艾蒂的赏识。可以说，董家就因为董贤一人得到啊，全家鸡犬升天呐、啊。董贤凭着他俊俏的脸庞，吃香喝辣，好不得意。汉哀帝对他的宠爱啊，简直是到了令人折舌的地步。凡是跟他有关的食衣住行，一切都要特别的关照。他担心董贤住得不好，哀帝在皇宫的北边帮他修建了豪华的府邸，担心他穿得不舒适，哀帝把宫里面所有上等的衣服任由他来挑选，出外的排场仅次于哀帝本人。担心董贤缺钱花用，哀帝就找各种的理由来赏赐。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赏赐的钱粮就超过了10000钱。董贤几乎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了，这样的待遇啊，还真让人吃味呢。汉哀帝宠爱董贤，和他同起同坐同睡在龙榻上。根据《汉书》的记载，有一次，哀帝跟董贤白天午睡，两个人相拥而眠。哀帝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衣袖被董贤给压住了。不过看看董贤睡得憨甜的样子，汉哀帝为了不想吵醒他，竟然拔起床头的剑，把自己的衣袖割断，然后才蹑手蹑脚地起身离开。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宠爱男色竟到如此的地步，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哦。成语断袖之癖的典故，就是从两人的亲密床事而来的。历史上因君王宠爱男色而衍生出来的成语，除了上述的龙阳之癖、断袖之癖之外，还有就是教材里面提到卫灵公宠爱米子瑕、鱼桃蛋君的故事。而这些成语就被后人用来形容同性恋的代名词。当然，在现在讲究性别平等的社会，同性之间互相爱恋并不是犯罪的行为，不应该被歧视。可是如果只因为爱恋对方的美色，毫不考虑是否有才干，就对他宠爱赏识非常，在公事上不按照次序常理就让他担任重要的职务，这种以私害公的行为，就不分古代现代都应该要被挞伐了。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把以色荐用的人视为奸诈邪恶、阿谀谄媚的小人，在《逆性列传》里大力的揭发他们刻意逢迎巴结君王以获得宠爱的行为。但是自古以来，君王的宠爱大都是不能够长久的。君不见历史上有多少的宠臣爱妃，当他们正受到君王爱信赏识的时候，可以呼风唤雨，权贵一时。然而伴君如伴虎啊，一旦稍不如君意，就可能遭受到被弃置一旁的命运。春秋时期的米子瑕，年轻的时候受到卫灵公百般的偏爱，一旦年老色衰，就被君王无情的抛弃，一仗顿打之后驱逐出朝廷。历史上像这样一朝失宠之后就被处刑、被放逐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甚至到最后落到身首异处的下场也大有人在。这都是他们在盛宠的时候不知道收敛而种下的恶果。总而言之呢，身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不应该以色用人，而受重用的人呢，更应该戮力从功，牢记色衰而爱子的历史教训。今天的谈天说地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回见。各位同学，从前面讲次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韩非他看到自己的国家日渐的衰弱，他好几次的上书劝谏韩王，可是君王却没有能够任用他。
就因为他亲身体会了游说的困难，于是就写了《说难》这一篇文章。据说啊，当年司马迁在写《韩非传记》的时候，曾经把这一篇文章全部的誊抄了一遍。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对《说难》这一篇文章的激赏。在《说难》这篇文章里，韩非首先说明了游说的困难在于了解对方的心理，并且提醒一个善于游说的人要充分的应用机变跟智慧，懂得各种游说的诀窍跟技巧，以取得对方的信任。最后呢，他再举一些历史的故事人物或者是寓言来作为例证，用这样子来强化他的论证，增加说服力和生动性。女子侠鱼桃弹君的故事就是从韩非子《说难》的最后一段把它折录出来的，借由卫灵公的宠臣女子侠，前后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最后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个原因啊，可以说是此一时彼一时，人性无常的缘故啊。所以一个善于游说的人，要先观察君王的爱憎心理，然后再进行游说，这样子才能够既成功的达到目的，又能够保住自己珍贵的性命。底下呢，我将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讲解分析。第一，女子侠鱼桃弹君这一篇文章的内容讲解。第二，历史上的女子侠，她是一个贤臣或是一个佞臣呢？第三，历史上的卫灵公是一个圣君还是一个昏庸的君王呢？第四，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到底是什么？从前女子侠很得卫灵公的宠爱，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都对。根据魏国的法律呀，未经许可擅自挪用国君坐车出门的人会被处以砍脚的刑罚。有一次呢，女子侠的母亲生病了，有人啊就连夜摸黑的赶到宫里面，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女子侠听了心急如焚呐，恨不得插翅赶快飞奔回家探病。但是京城距离家很远，三更半夜的去哪儿找车子呢？那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女子侠灵机一动，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假传了国君的命令，偷偷的驾驶了国君的车子出去了。后来卫灵公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不但没有处罚女子侠，反而赞美他说：“啊，真是孝顺啊，为了探望母亲的病，竟然连断脚的刑罚也无所畏惧了。”又有一天，女子侠陪着卫君在果园里面游玩，她随手摘下了一颗桃子来吃，吃到了一半，觉得那个滋味实在是非常的甜美。哎，想到君王就在身边，就把吃剩下的那一半，上面还留有自己口水的桃子呢，就递给了君王。卫灵公很感动地说：“那女子侠真是爱我呀，只想到要让我尝尝甜美的桃子，牺牲了自己的口腹享受，把好吃的桃子分给我吃。”可是等到后来，女子侠的容貌逐渐的衰老了，也渐渐的失去了君王的宠爱。从此之后，女子侠一有得罪君王，卫灵公就不止不像从前那样的为他脱罪，而且还隶属女子侠的过错，愤怒的怒骂说：“这个家伙呀，过去曾经假传我的命令，擅自动用我的马车，又曾经把吃剩下一半上面还沾着他的口水的桃子递给我，这简直是目无君长，狂妄至极。”其实呢，女子侠的行为啊，前后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之前得到卫灵公的称赞，之后反而会被怪罪，原因呢，就在于君王的喜怒哀憎的情绪啊，产生了变化的缘故。
所以当一个人深受君王宠爱的时候，他的聪明才智符合君王的心意，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就会被合理化，君王和他的关系也就特别的亲近了。可是当他被憎恶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动辄得咎，君王对他就更加的疏远了。从这里足以说明，作为一名说客，游说成功的关键啊，不在于理论的正确与否，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君王的情绪啊。想要说服国君让他接纳自己的意见，就不能够只凭着满腔的热情一股脑儿的劝说，而应该在进言之前先做足功课，先弄清楚国君的喜怒哀乐。只有注意君王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顺着他的好恶去游说，才能够达到成功劝说的目的。说到龙这种动物，你把它驯服了之后，可以骑乘在它的身上，可是它的喉咙下方呢，有一片倒生的鳞片，这个直径大约有一尺长，要是有人碰触了它，它就会愤怒地杀死人。当一个君王的也跟龙一样，有倒生的鳞片，游说的人如果能够不去触犯君王的逆鳞，那就差不多接近成功了。这一篇是韩非把卫灵公和他的宠臣米子瑕两个人编排成我国历史上第一对同性恋的寓言故事。那自从这个鱼桃蛋君的故事出现之后呢，鱼桃这个词汇也就成为男性同性恋的代名词了。韩非拿历史人物来讲故事，再用这个故事来做比喻，用这样子来印证他的理论。那么在史料记载上，米子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说起这个米子瑕呀，他原本是晋国人哦，后来在魏国担任将军。他的祖父是晋灵公的弟弟，据说他的智慧足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而他的诚信呢，足以守卫这个国家。所以卫灵公就对他很宠爱，而且任用他。在卫灵公31年的时候，这个鲁定公啊，他攻打郑国，占领了匡地。他出兵的时候经过魏国，鲁国的执政卿那时候是一个叫杨虎的人，他却不开口向魏国借道路。等到回国的时候啊，这个杨虎还是不跟卫灵公通报一声，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让军队从魏国的都城当中穿越而过。这个行为啊，惹怒了卫灵公，于是就派米子瑕率兵去追击鲁国的军队。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米子瑕在魏国是很受到君王的宠信的。米子瑕既然深受君王的宠爱信任，那么掌握在他手上的权力就肯定不小了。韩非在《内厨说上六维》这一篇里面就记载说，当米子瑕在魏国专权的时候，有一个侏儒，就是长得矮矮小小那一种人，趁着拜见卫灵公的机会啊，就跟卫灵公说：“君王啊，小的梦境应验喽。”卫灵公就很好奇地问他啊：“你做了什么梦啊？”这个侏儒立刻马上回应说：“啊，小的梦见了一口罩，这就表示呢要拜见君王了。”这个卫灵公听了非常生气地骂他：寡人只有听说拜见君王的梦啊，是梦到太阳，怎么你说拜见寡人却梦到一口小小的灶呢？这个侏儒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慢条斯理地回答说：这个太阳普照天下，任何东西啊都不能够遮蔽它的光辉。同样的道理啊，国君关照全国，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够蒙蔽他，所以说要拜见君王的人就会梦见太阳，而灶呢，
只要是一个烧火做饭的人，在灶前蹲着或者是坐着，根本不需要用上整个身子，就能够把灶里的火苗完完全全的挡住了。如今君王的身边似乎有人在烧火吧，这个侏儒啊，也真够胆大包天的，竟然敢把卫灵公比喻成小小的一堆灶火。我们都知道太阳高高在上，万民敬仰啊，除非是乌云蔽日啦，一般人是绝对不可能挡住他的光芒的。一国之君当然是希望人们把他视为太阳，哪一个君王是愿意被人家挡住光彩的？而我们老百姓呢，当然也希望君王能够成为天上的太阳，他们需要的是阳光普照，雨露均沾。这个侏儒为了要劝阻卫灵公专从米子瑕的行为，引用的比喻啊，哎呀，也真够精巧啊，说卫灵公只不过是一堆灶火罢了，之所以没有办法向太阳普照大地，原因啊，就是米子瑕挡住了灶门，遮住了亮光，使人无法看见君王的光辉。一个国君要是专宠一个人，就很容易受到他的控制。在正直的大臣眼中呢，米子瑕是一个佞臣。孔子家语曾经记载说，魏国有一个人叫做瞿伯玉，他非常的贤达，可是卫灵公就不任用他。这个米子瑕不孝，反而受到信任。有一个叫做史鱼的忠臣，他好几次的进言劝谏，却都不被听从。最后呢，他只好用死来规劝卫灵公。其实啊，在古代的封建时代，一个臣子能不能够受到国君的信任或者是宠爱，是完全取决于君王的态度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历史上的卫灵公，他是一个贤君，还是一个昏庸的君王呢？这个孔子曾经在鲁哀公的面前赞美他是一位贤明的君王。而当孔子周游列国，抵达魏国的时候，还曾经惊呼人民的生活是这么样子的富庶。这个时候的卫灵公啊，最贤。可是好景不长啊，卫灵公后来呢，他反而变成一个怠惰朝政、贪淫好色、猜忌又多疑、刚愎自负的君王。比如说，他嫉妒自己的贤臣叫做公叔文子的家财富裕，竟然想要据为己有。当公叔文子死了之后，这个卫灵公啊，竟然把他的儿子赶出国境，占据他的财产。卫灵公到了中晚期的政权啊，几乎完全掌握在南宠米子瑕和他的夫人南子两个人的手中。卫灵公呢，贪好美色，既宠爱米子瑕，又对夫人南子的淫荡视而不见。他身边的男臣女眷感情非常的暧昧，关系纠结复杂，他的后宫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要游说这样的一个君王啊，就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啊，不要去碰触他的逆鳞忌讳，才能够保身安康。何况自古以来，臣子伴君如伴虎啊，不能够了解君王的喜怒爱好之情，就贸然的去游说去觐见，只会留下杜甫所说的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么样子的遗憾。那最明显的例子呢，就莫如唐太宗跟魏征了。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明君，一个是贤臣。根据史料的记载呢，魏征在唐太宗时代向唐太宗进言劝谏的就多达200多项的事物。唐太宗对他的进谏忠固，纠正过失呢，也感怀于心。除了当着群臣的面大家的赞许之外，还给予升官、赏钱、赐政房宅等等的殊荣。
但是啊，也曾经恼怒魏征在朝堂上不顾着君王的颜面强势的劝谏。散朝了之后，这个唐太宗对着长孙皇后的面非常生气的大骂魏征说，我早晚有一天啊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你看一代明君的情绪啊起伏尚如此且大，身为人臣能够避免波澜而不被溺毙吗？史书记载说，有那么样的一天，唐太宗在丹霄楼宴请群臣，大家呀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这个唐太宗就对长孙无忌说，这个魏征每次进谏，如果朕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当我问话的时候呢，他总是不马上回答，这是为什么呢？这时候在一旁的魏征就马上辩驳说，臣认为有不适合的地方就进谏呢，如果陛下不听劝谏而臣马上答应，那恐怕事情就会照样施行。太宗就说了，你可以暂时先答应，再找机会另外陈述意见，这样子不行吗？魏征就说了，从前舜曾经告诫过他的群臣说，你们不要当着面顺从，事情过了之后又有话说，所以我如果当面服从答应了，再另外找机会陈说，这就是所谓的过后又有话说了，这不是臣子侍奉君王该有的做法。这个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解释之后大笑说，别人都说魏征啊是举止粗率傲慢，朕却觉得他恭敬顺从。这个魏征当下立即叩头拜谢说啊，陛下引导我进言，让我能够畅所欲言，所以啊我才敢这么样子的，要不然我怎么敢屡次触犯陛下的尊严呢？唐太宗把魏征视如明镜。当魏征死了之后，唐太宗对他思念不已啊，还曾经写诗来哀痛魏征死亡。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唐太宗就怀疑魏征生前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又气愤他写劝谏的奏章呢都是为了沽名钓誉，于是一气之下先下旨解除了魏征的儿子跟衡山公主的婚约，然后觉得这样子还不够消解他的怒气，竟然还命人推倒自己为魏征所写的碑文。各位你看啊，这个君王变脸有时候比翻书还快啊，人臣还来不及应变，马上就招来凌辱被杀的灾祸。所以韩非说，凡岁之难在之琐碎之心，可以无碎当之。这一句话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君王善变不容易了解的心思啊。当然不只是君王有逆鳞哦，不能碰触，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我们千万不要白目到随便去碰触人家的伤口或者是罩门。记住哦，不应该问的话不要说，甚至不要到惹人家生气了还往人家的伤口上撒盐吧，结果自己招致了凄惨的下场，这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啊。国文一的第二讲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回再见。